平時打邊爐都會食牛丸，但係大家又有冇試過和牛肉丸呢？今日除咗同大家試下味之餘，仲會比較下呢三款唔同牌子嘅牛丸。三款牌子同樣標榜係用澳洲和牛製造，但價錢味道都唔同。試下第一隻牌子先啦。都幾彈牙，牛味好濃喎，但係咧就冇咁鹹，適合怕鹹嘅朋友。而第二隻牌子咧就價錢最實惠，因為佢平均每粒咧都比其他兩隻牌子平。口感同埋牛味咧都不過不失，性價比幾高。試下第三隻牌子先啦。雖然唔彈牙，但一咬落去咧就必曬啲汁出嚟。Thank you.